这是我们的微几之创作。对，微几之，我们还在努力当中。我们，我们重于质，不重于量。咦，这可以？我们四年了呢。好，还喜欢我们的演出吗？可以哈，我们也有粉丝专业啦，就是也是有在经营，大家可以。今天我们有缘在这边相见，差不多两个月发文一次，就按一下赞吗？拜托，啊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再来，好，下一个呢是我们最，我们没有醉，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说都不对了，反正是我们很喜欢喜欢的一个乐团，叫文乐，叫 Boxing 乐团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唱他们的《文乐丰年记》。
找我唱这种，这首歌是一首乐团性质的快歌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改成抒情了。我都感动到我自己的镜框都悟到了。我们今天真的是抒情之夜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。抒情，对啊，大学生的一直在抒情，最近在发生什么事情？可是我们在左岸明明不是这样、啊。左岸是哪？一个青年聚会的场所。那种比较不属于这种，类似那个健康。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感情全部都在今天先给你们一部分咯。好，下一首歌呢？